不要拍一下摇怪村？好，一、二、三。啊！哎，有一个东西很可爱。哪里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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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猫头鹰很可爱，我看，看正面，哇，真的耶！哦，这里好多格子，超漂亮的。你看，还有不倒翁，不倒翁。哎。真的假的？在哪里？来给我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哇！超可爱的，出来才进出来。那英雄联盟这一组呢，就是把它叠高堆高了。光看这样哈，参赛者组别就是外形然后打扮，哪一组会比较吸引你？这边。英雄联盟吗？为什么？我比较喜欢吃绿豆。哦哦，所以押对宝了。哎呦，现场已经有一组，哎呦哎呦，马上，哎呦哎，这边这边这边，哎呦哎呦哎呦，哎呦，马上分享这个毛粉。好，那接下来我问一下，好 ，B B 好了，哪一组会比较吸引你？英雄联盟为什么？我喜欢吃绿豆。哎呦哎呦哎呦，今天算是幸运了。是吗？会比较吸引你。芭比娃娃的，那芭比娃娃的，好，来，我们再啊，我问一下，哎，各位先生，看起来是粉丝哦，各位先生，请问要是你哪一组，你会走过去那边买？银杏组，你说铁丝玉玲珑吗？哎，为什么？哎，我打扮比较漂亮，哎呦，两个族群都给我赶快拿哈，好，哎，可爱呀，阿德利奥，今天后出场。Hello， 现场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这是什么？小丸子。啊。梨啊。然后嘞？愤怒鸟。然后嘞？愤怒鸟。愤怒鸟的女朋友。小小兵。维尼熊。小老鼠牛。小猫咪。兔子。怕多一点出来。不受控制哦。
妈妈哈。然后哈，来再来哈哈。哪个？没有啊。有车车啊。瘦，他的脸。啊啊啊啊啊！你这个大笨蛋！星星这个大眼怪。哆啦 A 梦，小叮当。嗨。哇，黄色小鸭，有没有也可以亮了？鸭鸭，我要再看。拿它这里就是以前的厨房哦，以前的厨房就要用烧木头的，有没有？你看以前的锅子超大的，然后现在的锅子都超小了，对吧？来一二三，来拍要一，你要相信，一二三，好，谢谢。